我们的一人有900前往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4月1号。我们要往那边。那等一下，这个上车的车厢的安排呢？好，我们所有跟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的乡亲朋友、邻座们、贵宾们，那我们等一下是在试车的位置上车。好，那小朋友们也是。那所有的社区领导，或者是我们邀请来，请到我们会在六车上，我们舞台最往后方。所以可以交换一下方向，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方向。110年4月1号，树林站。等一下呢，进行走廊仪式之后就可以上车了。11:53。请所有的长官哈，可以准备在舞台前面集合一下，我们要进行走廊仪式。走廊。请到我们的六车上车，其他的市民朋友，三车跟四车，长官会在四车的位置，一起前往基隆。还是往台。好的，我们即将要进行首航仪式喽。请大家移动的时候留心脚步。今天上一个人超比较多，大家在靠近列车的时候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脚步。太棒了。今天令人兴奋又期待的时刻来临了。4月1号，11:55，11:54的这个体验活动，引力车新闻消耗用900行，今天呢我们车网圈的又正式上路了。大家掌声在哪里？你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搭乘体验。那今天很开心，我们能够齐聚一堂呢。634开往基隆的专车。进站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了，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台湾铁路局呢，近年来在这个积极推广铁道美学上呢，非常的用心。稍早我有提到，我们的活动视觉以及车身外观呢，都交给小玉国际的设计团队来做设计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内装也积极的在提升，包含在这个列车的边边上面、边组上面，也从8台变成10个，所以它增加了10%的载运量哦。然后也增加了好运道的座位区，以及我们自行车的车架等等设备哦，这些都是要让所有的乘客可以有更优秀、更舒适的乘车体验。那这一切呢，都仰赖我们相关单位的用心啦。那今天现场有许多相关的贵宾来到现场，一起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，我们就邀请贵宾们一起为1900来进行这个首航仪式吧。首先邀请我们苏小贵宾一起来到现场，来帮我们进行首航仪式。接着，我们台湾铁路管理局齐文忠代理局长，还有我们的杜威副局长，以及王珍熙站长，一起到前面来进行首航仪式，掌声给四位长官，谢谢。接着呢，我们这次的首发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经典的动作，就是摇铃啦。我们每次发车的时候都会鸣笛摇铃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请所有的贵宾帮我戴上帽子跟手套，等一下呢，帮我用右手拿铃哦。在我喊出请摇铃这三个字之后呢，帮我由上往下摇3下。好，那这个音量呢跟节奏如何呢？我们请王站长来帮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摇铃的动作跟黑头啊，来，请示范。好，所以来掌声给一下我们王站长哦，这个摇铃专家了，来，所以贵宾们准备好了哦，那我们就要准备。起航喽！1900空勤列车正式首航，请摇铃，摇铃。我们请1900所有的旅客都要搭乘1900。